省，谁人家变我样子？欢迎收看《史腾有约》，我是蒋飞华。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人都被影响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呢、失业的人士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啦。Let's go！ 所以先生，你之前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啦？我之前是做空手。所以这次的疫情对你有什么影响？被裁员是有点伤心啊，可是 SG Traineeship让我找到我人生新的目标。I'm in, would you like chicken or fish? What kind of fish? Or drink, would you like coffee or tea? Yes, coffee. Sure, thank you. 各位兄弟，秀啊秀啊，秀过来啊秀啊秀秀，哎呦，来一块乐。所以之前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啦？之前呢也是一样啦，有做 sales 的啦，就是叫人家吊花的。Brother， 师傅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帮你觉得痛快啊啊，这个新来的要什么一下好不好？对你有什么影响？你也知道嘛，那个路不转人就转了哈。只是用那个 sales pitch 啊，我从前用的，我现在也可以用。等一下啊，我有 customer。support 嘞，你的奶奶要动到地板了，你还不要 support 啊？你不要 support， 等一下你的奶奶 social distancing 啊，不如再回来了嘞。不如你 support 嘞，你看你这个差不多要到你的 angle 了。所以现在你在做什么嘞？我是一个motivational speaker， 今天谁在这边是要改变你们的人生的举手。那边的朋友，今天就是你踏出人生第一步的时候，让你的父母看得起你们的举手。我做一下我研究了十几年的 drawing， 跟你们 explain 啊，这个是你的人生 ，OK， 这个。是你的爸爸妈妈，这个是你周围的朋友，这些是你人生中的点点滴滴，还有人生的瓶颈总是在这里。所以先生，你是从事什么行业？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人生在低谷的时候你需要帮忙？你有没有有时觉得天气很热？所以疫情对你有什么影响？你觉得你当你朋友跟爸爸妈妈看不起你的时候，你要自己努力啊，自己努力。你有没有想过淹水的时候你就要找我，我在这边，我是破活了，破打18011134415，接下来是天气预报啦。新加坡南部淹水啦，我是蒋飞华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。我叫蒋飞华，2020年时代走，我们才会进步，成为更好的人。不是很累吗？先生，你之前的，嘿，这烂笑，不然你别找混你呀、啊。